趟跑是全世界最慢的，我从来没看到有人可以跑这么慢。你们应该来看他跑有多慢了。那我继续讲。然后小象平常超爱看足球，一直都要记足球有多厉害。然后我们刚刚比赛一个足球的东西，然后他那都跑。然后他谢谢大家送我的背手大宝耶。怎么办？前面再说对不对？啊，先没有，我的刚刚被大宝弄倒了，大宝击败。男子三乐团拿三万块，还有录音的击败梅林江乐团。今天晚上找到他都算他的三万块，我靠呀！好，接下来表演，我们打算表演我们一首新歌，跟喝酒有关联，这首歌叫做《天天开心》，希望大家难过就难过，开心就开心，谢谢大家。你说他都好像不爱你，你说他，你说。